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我给你换完药以后，你就不用老裹着纱布了。天气太热了，老裹着纱布不易于伤口的愈合。我的伤口是不会愈合的。只要你接受治疗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只不过有一个快慢的问题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。你不懂我说的话。我是护士，你伤的情况我比你更清楚。你治愈得了我身上的伤，但是你治愈不了我心里的伤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受伤，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，也都会愈合，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。你是真心想帮我，我很感谢你，但是我们的追求不同，我劝你就不要白费力气了。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，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一样，都有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权利。我的生活已经不会再美好了，所以生命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你太悲观了。咱们两个人同岁，我比你大2个月，我总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长大，还很年轻，我总觉得我还有很多的希望和追求。我们有我们的父母，有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有老师、朋友、同学，难道他们就不值得你去留恋和爱吗？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。也许吧，也许我真的没有你那么懂爱，我也没有像你那样有那么切身的体会。但是我总觉得人世间还有更多的情感值得你去珍惜。我想我的说法你不会反对吧？玉凤离我远去，今生今世
我都不会再有爱了。你可以试着去爱别人，在爱情问题上你简直就是个白痴。对不起，我不想伤害你，我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，只是我刚才说让你去爱别人的意思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我不想触伤你。这样吧，我们出去走一走，晒晒太阳，跟大家在一起，也许心情会好起来。你也喜欢花？当然，爱美是人类的共性，尤其是女人，对美对花更加的敏感。尤其是这种花，它是草本植物，生命力非常的强，品质高洁，所以你跟我都喜欢。同志们，注意了，下面有请我们的艺术家李大发同志为我们唱一支山歌，掌声鼓励。压了肚子说了真怎么见了面面容易，哎呀拉花花难。一个在那塞了山崖，一个在那沟，怎么拉不上个花花，哎呀找一找有个手。我和赵导演去趟吕布。是。哎，小孩，你干嘛？我问你，那天来送馍的那个老头是谢虎是什么人？那是李大爷来看谢虎似的。我知道，我是问啊，他和谢护士是什么关系？居民关系呗。那那个营长呢？就是那个来送什么红枣花生的那个。那就是我们营长。我是问呀，他和谢护士是什么关系？同志关系嘛。你咋不相信啊？你还小，你不懂。
我不是孩子，我是大人。你是大人，就你这样是大人。有啥好笑的吗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，这么高兴啊？谢护士，他说我是娃娃。是吗？那你觉得呢？我当然是大人了。对，你是大人。他还问说营长跟你啥关系？那你怎么回答他？我说是同志关系。你回答他对呀，我们是同志关系啊。好了，你的衣服洗干净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教导员，我可先跟你说好了啊，到时候你得跟着我说话，不许你打横炮。行，这事是你提出来的，我是总支书记，我支持你，当然也支持我自己。那万一旅长只同意我们两个下来一个呢？这还用说，当然是我下来了。你看你看，我就怕你打横炮，这还没到地方呢你就给我打上横炮了。你的大名在军内的通讯上写着，要是人家问起来你连个一等功都没有，岂不是让人说我们总支部的闲话？我告诉你不行，这件事是我提出来的，我有优先权。你是营长，你得为全营的荣誉考虑，不能只考虑自己。教导员，你跟营长不都是一等功吗？哎，马全友，这没你的事。教导员，这教导员，给我回来！哎，这旅长，旅长，你们来的正好，省得我派人去找你们了。有任务？什么任务？打陇东。打陇东，太好了，是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二马。我刚从西野司令部开会回来，正准备通知营山干部过来开会呢。旅长，我们营的任务是什么？哎，是啊，给咱们先透露透露，让咱也高兴高兴。对，你们营不去陇东。不去陇东？西野司令部要抽你们营去掩护野战医院转移，到时候地方游击队会协助你们。哎，旅长，你说过我们是独立营啊，那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战斗部队，那咋能整天和那野战医院搅和在一起呢？这就是上级交给你们的特殊任务啊。你这叫啥特殊任务啊？我不干。大勇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啊，那我们是野战军，那是打主攻打硬仗，整天跟这野战医院在这山沟沟里打转转，那叫啥？杀鸡用牛刀。赵大勇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还是独立营的营长吗？啊，你们是野战军，人家就不是。上级让你们掩护野战医院转移，说明这个事情非常重要，你跳什么跳？还杀鸡用牛刀，我看你啊，就是思想里头有骄傲自满的情绪，以为自己立功了，营里立功了就了不起了，啊，就要干大事了。你瞪什么眼？啊，我批评你批评错了？我接受批评，但是我请求首长考虑我们营的意见。王承德，你什么意见？上级的命令我们坚决执行。你说过你不打横炮的。大勇，这是两码事。哎，什么两码事？旅长，我们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。你还汇报啥汇报？这都成了游击队了，你还汇报？你果然是个年轻的老革命，脾气还真不小啊。哎，大勇。王承德，不要管他，一会儿啊他就得找我承认错误来。大勇，部队已经集合好了，就等着你宣布作战命令呢。我不去，你去宣布吧。笑话，作战命令你营长不宣布，要我教导员宣布啊？那这样，我去跟大家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
我是营长，你是教导员，行吗？你敢？没有吕布命令，我当然不敢了。走吧，大勇，战士们都等着呢。走。你叫我咋跟战士们宣布啊？啊，我就说，上级要求我们独立营和游击队一起啊，跟野战医院打游击。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啊？啊，知道的说我为了这事跟旅长闹翻了，不知道的还不得说我这当营长的没本事？咱们得争取一下。命令都已经下达了，还怎么争取啊？动员战士们写血书，你我都要写，全体战士都要写，我就不信感动不了首长。你这简直是糊涂！我怎么糊涂了？我说你啊，就是一个糊涂蛋。周大勇同志，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？命令都已经下达，各部队在准备行动，你还去找旅长，还要写血书，你这营长还像不像干了？王承德，在吕布打我的横炮，这账还没给你算呢，你以后再敢用这种腔调跟我讲话，别怪我跟你斗武。传音指挥完毕。同志们，稍息。吕布命令我们独立营掩护野战医院，向安塞以北转移。啥？不是要打陇东吗？就是，我们可是野战部队呀、啊。我们是独立营。老虎哥，那你说这事小花知道了，我可咋跟他说了嘛？我这不，我这行，别吵吵。下面，请教导员给大家讲讲作战意图。同志们，稍息。刚才，营长把作战意图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掩护野战医院。向安塞以北地区转移，大家不要以为跟随主力打陇东就意义重大，保护好我们的野战医院责任一样重大。但凡受过伤的同志，哪一个同志没在野战医院治疗过？那你现在还有我们营的同志吗？当然还有谢护士和巧花同志吧。野战医院大部分的重伤员已经疏散转移，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伤员需要担架队抬着行走，行动是快不起来的，因此就更需要我们保护好他们。保护好野战医院就是保卫延安，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。同志们有没有信心？有有有。哎，谢护士。哎，小橙子，苗真，我跟院长说好了，一会儿你坐马车走。我为什么要走？小橙子，一会儿你也坐马车走。我不坐马车，我要自己走路。行，等你走累了再坐马车。我是不会累的。哎，营长，营长，教导员，营长，营长，教导员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。院长在吗？哦，院长，部队的同志来了。小谢，都安顺利吧？一切都挺好的。张院长、王教导员，你们过来了。院长，院长，院长同志，等一会儿出发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连跟在你们后面，其他的部队都在你们前面。这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？你们有你们的任务，到时候咱们多联络。院长，转移行动要走夜路，
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放心吧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走夜路。小橙子到。谢护士你要看好啊。放心吧营长，这有我呢。教导员，那我们就走吧。院长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好。原地待命。是。原地待命。营长，他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别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，这教导员都说过了吗？这壶都是开的了吗？报告彭总，二纵独立营正在执行特殊任务。罗大友，看你的情绪有点不高啊！啊，报告彭总，我，你们可是响当当的野战部队啊！哎呀，这杀鸡干嘛用牛刀呢？用鸡刀不就行了吗？哎，彭总，我知道我错了，知道错了就要改，而且还要改出个样子。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是技术人员，是我们的宝贝，要是有个一差二错，我可饶不了你。请首长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王承德呢？他在后边。你呀，好好向人家学学，哎，别动不动就摆老革命的架子。是。王全瑶，到。你等吧。到。你们几个都给我听着啊，尤其是你，刚才首长说的话，一个字都不能跟教导员讲。是。是。营长，小橙子，累不累？不累。谢护士，哎，咱们翻过前面那座山，再爬两个坡，到了河沟里就可以宿营了。那边比较隐蔽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掉队的，是不是啊，同志们？是。一会儿到了那儿，我给你检查一下伤口。哎，没事，谢护士，都快好了。二排的，跑步前进，跟我前面去侦查一下。的山沟里还有两个连，就在这西面的土梁上，南面有我们游击队的东西，野战医院、辎重队、担架队就都在这里了，安全措施应该是没问题。好，如果可能，我们就在这儿多休整几天。部队同志和游击队同志们实在是太疲劳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对地方情况比较熟悉，明天我带人想办法弄些粮食来。据侦察的同志回来说，敌人的搜索队离这就百十里地，如果要过来就一天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。政委，你看还有什么说的？
系方林同志受伤较重，是不是派专人护理？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疯婆娘，我看得找人看着她，要不要我们派几个战士过来？我给小谢已经说了，可他不同意啊。这事儿不能听他的，你们院领导得拿个主意啊。大勇，小谢你不是不知道，他认准的事儿谁说了也没用。况且医院的伤员那么多，还是请院领导全面考虑吧。周营长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们会处理好的。小谢睡着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小橙子跑哪儿去了？哎，院长，江导员，哎，你不在这儿好好看着，你瞎跑啥？就是让我打水去了。小橙子，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。我知道。待会儿小黄忙完了，我让他过来陪着，你们就放心吧啊。苗真，苗真，洗脚了。谢护士说你走了一天路，要用热水烫脚。苗真洗脚了，谢护士让你洗。哎。我给谢护士做的面条都吃了吧？吃了，她刚吃完睡了。你可得照顾好她，别再让这个疯女人再闹事了。谢护士说苗真不会再自杀了。苗真，谢护士让你洗脚。苗真，谢护士让你洗脚。不许你碰我。苗真，谢护士说你今天走了一天路，得用热水烫脚。地上咋这么多水嘞？苗真洗脚嘞。哦。
哎呦，教导员，写什么大作呢？写日记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偷看别人日记，这可是道德品质问题。就是本日记嘛，是有是没有？我去。那这样，我的你可以看，把你的也给我看，行吗？我的日记给你看，那上面都是心里话，我爹我娘我都不给，我给你。就是嘛，你的都不给我看，那我的也不给你看。你那些破事谁稀罕看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去一趟野战医院。哎，那不行，一会儿要开排山干部会，你得主持。开会你主持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大勇，你是营长，我是营长啊。什么情啊？我说你没事老往野战医院跑啥啊？这什么呀？谁？我怎么没事了？这什么啊？营里面的战士，他知道谢护士受了伤，要表示一下慰问，把自己的私货都拿出来了。我代表战士们去慰问一下吧。派两个战士去不就行了吗？非得你去啊？哎呀，行。好好，那就派王老虎、李良旺去。王老虎时间观念强，李良旺顺便让他看看小花。我看行，这小子打盘龙表现还不错，还立了丙等功呢。哎，大勇，哎，你给我，哦，这可是我的日记啊。对呀，大勇，今天给我，今天是，哎，我六五六六六七。六八六九七十七，哎，金山啊，哎，你看啊，看咋样？这咋样？不咋样。到，小花又不在，你算计啥呢？啊！我练着身体，我又不是给小花看了，我是给我自己看了，还不行？李大旺啊，山中无老虎，你猴子称霸王啊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你什么意思姐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就你这小身板能跟老虎哥比？我还什么意思，是不是啊？王老虎咋了？那王老虎不就个比我高点，肉比我多点，一身蛮力气，他有我聪明吗？我跟你说呀，王老虎哥哪呢？哪呢？哎呦，哎呀，你吓死我了。怕我干啥？李大旺，你那找你呢。又骗了。找你有事呢，真的真的。啥事儿啊？好事呗。真的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敢骗我，回来我踢死你。我走了。老虎哥，营长找我有任务了。啊，给我啥主要任务啊？李大旺，你怎么连报告都不和啊就直往里冲啊？哦，不够，李大旺起来不够。师长，你和王老虎，你们两个代表咱们营去野战医院看一下谢护士。行嘛，顺便再聊聊你那个心愿，跟小花见个面说说话。啊，营长，那这个任务你还是交给别人吧。哎，我说你，你这个人你咋回事啊？上次巧花他爹死了，你是哭死哭活的要见巧花，啊？后来让你去了，你要不去，这回都近在眼前了，你还躲躲闪闪，你搞啥鬼？营长，那上次是我太冲动了，我没想好，我和巧花不是有个约定吗？啥约定？李大旺。打完盘龙不是给你立功了吗？是立功了，可那只立了个丙等功嘛。那你还想立几等功啊？当然是假等功了，就算一等功也行啊。那你说我立个丙等功，你说我咋交代了吗？假等功是你立的吗？啊，
你有宁金山的两下子吗？营长，那你要说这话，我就觉得你不对了。啊，你总跟我们战士说，你说啊，咱们战士们是骡子是马要出去溜溜啊，对不对？当时我非要往上冲，那营长教导员他非不让我往上冲，那你说我就算有两下子，那我有十下子，那我也不好使吧？哎，我说李大旺，你又没练过爆破技术，当时那种情况，我能让你上吗？我是没练过，李大旺，你走是不走？我跟营长说话了，就你事儿多，快走。李大旺这个二不愣，就得王老虎来降他。可好吃呢，谢护士。听说你病了，大家都很担心，你要好好养伤啊。哦，谢护士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呀，都是大家学文化写下的。啊，还有我写的了，你看这儿。谢护士，祝你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大王，老虎，回去告诉大家，我没事了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这还谢啥呢？小华，大王，你就不是个人了？我，你咋才来呢？小华，我不是不想来。是我害怕那个。叫王五哥，快追呀！我谢护士，快去，快去啊！小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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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不想来看你，是我只立了个平等功，我没脸来见你吗？疼疼疼疼疼疼，咬死人了！你喊个声，你想把人都喊来？不是，我是说你轻点咬，疼得很。小花，你别哭嘛！我都恨死你了，我爸让飞机炸死。就我一个人在坟上烧纸，你都不来看我。我不是不想来看你，是咱俩的那个约定。你说我不立家等功，不让我来看你。我只立了个平等功，我没脸来嘛。再说了，那天我一个人在山旮旯上，我冲着咱家的方向，我给师傅磕头，我使劲的磕，使劲的磕。不许叫师傅。那我叫啥呀？要叫爹。叫爹？对对对对对，你说叫啥就叫啥。你可不敢咬我的嘴啊，我这嘴还要吃饭嘞。傻子，我又不是个疯婆娘。又怎么了？这次不算数，下回你还得立个假等功。是，小花同志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校长，我们恋爱十年。今天才结婚，你知道，我这心里深感对不起你。谁让我爱的是一位军人呢？十年前我们刚恋爱时，日本人来了，你立下誓言，说不打败日本人就坚决不结婚。日寇投降了，总裁劝你结婚，你又说不打败毛泽东不解放延安，你也不结婚。我一直在等待你的胜利。这一等啊，就是整整十年。你看我都快等成黄脸婆了吧。清长，
让你受委屈了。跟你的胜利相比，我这点委屈算什么呀？到底是留学美国的女博士。哎，这跟女博士可没什么关系啊，主要是快乐原则。能分享你的胜利，比什么都快乐。校长，从今后，我保证补偿欠你的所有的情。宗南，我们马上就是夫妻了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前线去啊？我只是想多陪你几天。校长，今天的婚礼只能是这样了。宗南，能在教堂里燃起结婚的蜡烛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您的电话。什么事啊？宗南吗？校长。宗南，你的婚礼我不能亲自参加，现在又打断你，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。